哇，这水好冷啊！大家好，我是小秀，好久没有来收地龙了，看一下有没有鱼。每次收地龙都是我最开心的时刻了。哇，几条大泥鳅哎，还有鲫鱼。现在去收下一个地龙了。哎呦，你看我们这个地方资源好不好啊？草好多啊。但就是没有什么鱼啊，你看这鱼都去哪里去了。哇，我家的秧苗长得好高啊，这是第二季水稻的秧苗哦，过段时间就要把它种下去了。哎呀，收最后一个地龙了。哎呀呀呀，哇，差点全部跑了。这个地龙我放的最好了，你看我都把草给扒开了，地龙都放在草里面了，应该会有很多鱼吧。太让我失望了，这个地龙只得一条鱼呀，一条黄鳝，你看还不是很大。嘿，这鱼呢？你看这水稻都已经快成熟了，差不多过一个星期就可以收割了。再看一下今天的收获，三个地龙的收获哟，看一下，这也太少了吧。哎，有可能是这个地方鱼真的没有多少了，再有可能是天气太热了，鱼都不进地龙了，回去了。拜拜。